每一个人都会有病痛，那就是说你有病痛，你就面对它，接受这个考验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人在平安的时候很容易迷失自己，偶尔有小挫折或坎坷，反而唤醒良知，常养善根，这何尝也不是福。他有机会或是可以的话，他也想会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，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循环。